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稍后粉丝提问：为什么玩家不能自制武器皮肤？并在国际服上的吃鸡就能自己自制武器皮肤，那为何光子不推出这个功能呢？原因至少有两个，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2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会让玩家氪金变少。如果推出这个功能的话，那喜欢自制的玩家就不会再购买光子推出的武器皮肤了，而不喜欢自制的玩家看着别人好看的武器皮肤，可能就看不上光子推出的了。因此推出这个功能会影响玩家氪金，光子当然不乐意了。二，审核很困难。如果推出自制武器皮肤，那上面的图案审核会非常困难。如果只给一些固定的图案自制，那还不如推出新的武器皮肤。因此综合这两个原因，光子不可能推出这个功能，还是不断的推出新的武器皮肤，让玩家不断的氪金才行。即使买的玩家变少了，但只要出的足够多就行了。小玩们，你购买过光子推出的武器皮肤吗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，我们下期见。